你们好，我是小宝，现在我们继续接上一个视频。在我们村吴宝富张大叔家于田坎边上发现这里有个洞，这个洞里面有一只特别大的大鳄龟，而且还有很多鳄龟蛋。现在我们就把这只大鳄龟给拉出来。哇，你们看这只大鳄龟实在是太大了，还拉不出来。我们现在继续用这个铲子把这个旁边给挖大一点。哇哇，这个尾巴太大了，听说这个鱼塘里面还有一只几百斤的大鳄龟，但是现在还没有找到。现在我们先把这只几十斤的大鳄龟给抓出来。我去我去，终于拿出来了。哇，实在是太重了。哇，应该有个三四十斤吧。你们看这鳄龟实在是太大了。哇，这个腿都有这么大。你们看，哇，有些想看我直播怎么看直播，点击上面那个头像就可以看直播了。